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谈托钵化缘。有的时候在马路旁边或者是在市场边呢，我们常会遇到出家人向我们化缘。那么为什么他要化缘呢？他化的又是什么缘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化缘的意思呢，原来你跟他没有缘，然后他就向你木化，你给他的钱，你给他东西，就产生了彼此的有了关系了。那个缘的意思就是关系，本来的化缘的意思，在印度的时候是这样子。一方面呢，比丘要去啊，向居士的家里边呢，沿门托钵，化什么？要饭吃，这就是化缘。那么居士家里边呢，有的人是学佛的，有的人还没有信佛教。凡是到人家家里边呢，一边呢要饭吃，一边呢要为这个家庭来做佛，用佛法向他们做佛，那也就是跟他们开始佛法，就是彼此互为互济因缘的啊。出家人呢用佛法来布施给呀在家人，在家人呢用饮食来布施给出家人，那就是互动的，互相的呀有一种啊互助的关系在，这个因缘就联合起来了。因此呢，有的人说他没有佛缘，那就去化缘哦。没有佛缘就向他化缘。化缘的意思呢，我刚才讲了，最早我们出家人呢并没有问人家要钱的，这是托了钵去啊，化什么？化饮食，不是问人家要钱。但是也有啊，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也有一些出家人呢，为了寺庙，也就是为了团体的住的房子，需要增建，或者是需要维修，那就向寺主啊去画木画。那寺主木画什么呢？木画草啊、竹竿啊、树木啊，或者是石灰啊，或者是泥土啊、粘土啊，乃至于砖头。所以叫做化缘呢，为自己的饮食、衣服、卧具，还有呢医药，就是汤药，还有呢住的房子的关系呢去化缘。有的是仅仅是为个人，有的是为啊寺庙，这叫做化缘呢。但是化缘的这一个人呢，一定要为那个世主说佛法，为他们做佛，为他们祈祷，让他们生欢喜心，让他们起信心，这样子呢就真正的互相济缘了。否则的化缘，化缘只是他送你东西，供养你东西，你任何东西都没有给他，这种化缘法好像你欠了他咯。他也不信佛教，他也不懂得佛法，看了你
你问他要东西他就给你，那等于是欠他的，并不是真正的让他来供养。那么真正的恭敬供养的呢，就是他因为已经信了佛法，已经呢在修行佛法，他知道要护持三宝啊，他来供养的时候呢，是恭恭敬敬的心来对三宝的护持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积累佛法的缘了。可是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出家人呢，这个化缘呢，就是为了奇妙，这是一种。当然也有为了，让年轻的学生呢去留学。现在我们法鼓山也在有信徒们呢，组织了护法会来护持我们。我们是为了办教育，而不是为了我个人，为了我们出家人的生活，不是为了教育，为了办教育的事宜啊，所以需要化缘。但是现在台湾呢，有一些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出家人，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，但是他们呢经常啊一批一批的人在这个地方化缘，在那个地方化缘，他们呢的之一就是化缘，化来的缘拿着钱做什么去不知道。有的是有道场的，他们化了缘呢就是奇妙的，有的他们并没有固定的道场，他们不是奇妙，拿了钱做什么了不知道。所以如果说有人向你们化缘呢，你要弄清楚了，这个和尚或者是个尼姑，这个出家人呢，他化的缘是做什么去的，否则的话你给了他的钱呢，让他去造业了，而不是啊求福报。不过呢你做布施的功德呢还是有了，可是布施的功德做的让这个假的和尚啊他造业了，那是对那个假和尚是在讲啊是对不起他。阿弥陀佛。